该吃饭啦！来了来了，小胖开饭啦！你咋才来呢？这给我饿的。这什么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上期视频我看很多小伙伴想让你挑战一天只吃台湾美食。那能合我胃口吗？那什么那小伙伴们可都答应咱们了，只要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叫着全校同学来给咱们点小心心。那人家最喜欢吃台湾美食了啦。安排早饭一定要吃好，我们给小胖安排一碗台湾特色烧汁卤肉饭。哇，这个饭真是好好吃哦。到了中午要吃饱，先给小胖安排一份台湾特色小吃蚵仔煎。哎呦妈！是这个味儿。然后再给小胖安排份花枝丸，垫吧垫吧。它真香，哎呀！好饱啊。到了晚饭要吃少，就给小胖安排一份甜品鱼圆烧仙草。今天吃的是超赞哦。